我是说，如果我可以帮忙找回 A P 世界的护照，我是不是就可以来上班？你现在是在跟谁说话？跟你啊，豪哥，怎么了吗？你可以这样跟我说话吗？如果我真的当上保全要抓小偷，我希望永远不要遇到你。他样子你也不知道他昨天被骗了是吧？他做生意被骗。如果当初你肯辞职，你来帮我盯着，会搞成现在这样。